眼中同心齐抗炎，邀请一众专家揭开新型冠状病毒面纱，提供正确的防疫知识，又有感动人心、众志成城的抗疫故事，令大家得到支援。当然，凭藉住信靠主耶稣，心灵更加得到保护。短短几个月，疫症为全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简单的会面都变得遥不可及。我们可以怎样靠住上帝的爱，挪开人与人之间的隔膜，在末世中播下信望爱的种子呢？疫情之下咧，大家咧人與人之間咧都要保持距離。不過今日嘅三位嘉賓咧，佢哋喺疫情之下咧就用音樂融化人與人之間嘅距離。介紹下佢哋先。好啦，分別咧就係資深音樂監製及唱作人劉廣元先生 Gary， 打個招呼先啦。好，咁啊，另外咧亦都有咧藝人之家嘅潘慶張牧師，係 Bosco 你好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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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好。仲有嚟自馬來西亞嘅唱作歌手龚柯韻小姐 Karen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龚柯韻 Karen。個個都嚟自唔同地方噶喎，阿廣元兄。我啊，嚟自呢個 Eternity 嘅。我就馬來西亞嘅，不過我係已經喺香港差唔多十年嘅啦，喺呢度。我從來未見過牧師有個咁嘅頭嘅。係啊，咁我除咗牧師之外，我係一個 rapper 嚟嘅。我知道你係嚟自加拿大啦，咁啊，不如真係三個地方，咁啊，每人講下。即係而家呢一個情況，自己地方自己點對呢個地方咩感受咧？講完兄，我香港經歷咁多嘢啦，你又一路做呢個音樂報道啦。啲人成日講話即係天災加人禍，咁啊個人比較沉啲啦，甚至成個氣氛你都覺得沉沉地㗎啦。咁啊再加埋有疫情嚟咧，咁我就覺得大開眼界啦。因為平時成日睇聖經咧，啲舊約啊講上帝咧，即係點樣去用瘟疫咧去教訓我哋啊。出埃及記就十災啦。係啦，咁啊全球嘅嘢咧，即係第一次領你教啊，真係全球嘅人類一齊喺呢個疫情裡面咧，都感覺到係好無助，唔知點算。咁你又會感覺到啊，即係人係好渺小咯，嚇，甚至乎係好軟弱嘅。即係有啲嘢一嚟到嘅時候，你根本上係控制唔到嗰樣嘢。喺呢個歷史性嘅時刻，我哋係去經歷呢樣嘢啊！即係人唔係一定經歷順境噶嘛。你可能經歷逆境，先至你有歷練，你有智慧走到出嚟噶嘛。即係有時不可以另一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嘅。好啦，咁啊 ，Karen， 馬來西亞點樣啊？馬來西亞依家疫情就已經爆得好犀利啦，咁都高過香港嘅。喺嗰度就開始 lock down 啦，即是話係要禁足，其實都頗嚴重。咁我就多咗啲時間咧，可以關心屋企人啦，同佢哋用視像同佢哋溝通咁啊，問候佢。突然間大家嘅關係好似變得係好咗，不過呢個疫情就會令到會諗起屋企人，亦都好擔心，咁都會時即係不時會同佢哋傾下電話咁咯。有時咧好得意嘅個疫情咧，就將我哋嘅心咧帶翻屋企，或者帶翻去上帝度嘅。咁啊 ，Bosco， 你又點啊？加拿大？我加拿大啊，你嚟咗香港幾耐啊？我上年就喺香港，即係不停加拿大、香港咁兩邊走。今年就我2月1日到步。咁就嗰陣時温哥華咧，或者加拿大就未爆發嘅。咁而家就因為個疫情爆得好犀利啦，因為佢唔戴口罩噶嘛，就傳得好犀利。咁就連啲冇乜華人聚居嘅地方都有，所以都好嚴重嚇。而家都係啊，係啊。咁有一首歌咧叫《Homesick》，咁啊歌詞有個意思，亦都好好聽，講到香港嘅情況。我知咧就係、是。你係一個始作俑者喎，幕後又咪黑手，幕後真係上帝之手，上帝就借住你嘅手。邊個開始諗呢樣嘢？點樣有呢個 idea 咧 ，Gary？ 製作我就可能係開始嗰個啦。係，但係個 idea 咧其實係阿 Bosco 嘅，阿牧師嘅，就係佢。係係。咁啊，牧師你點解有呢一個諗法咧？咁我2月1日翻到香港啦，咁就
咁其實嗰陣時疫情已經開始緊啦。係。咁我婆婆啱啱上年咧，佢九十幾歲。唔係新 exactly 新年喎，二月一號。係啊係啊。咁嗰陣時全部都地鐵係冇人嘅，即係咁都好神奇啦呢樣嘢已經係。咁我又去唔到探婆婆，因為我婆婆上年就切咗隻左腳。嗯。咁老人院全部封完俾人去。咁我就翻到嚟嘅時候，你記住我第一個星期係我冇手機，冇 internet， 冇 bank account， 跟住香港開始 shut down 喎。咁啊，所以嗰兩個星期係比較困難嘅，即係嚟到香港嘅時候。咁我有一日就咁我一定要做禱告噶啦。咁我翻咗去我而家嗰個新嘅 office， 咁就望住出邊啲大廈，突然間好感嘆，就係我突然間，我接咗個新嘅工作，就 transition 咗由溫哥華嘅教會嚟香港。咁跟住喺香港諗住可以即係見到去幫大家做多啲嘢啊。咁要開展一啲嘢啦。點知突然間就 shut down 曬啦。跟住就你可以 imagine 就係全部人都係好負能量啦，係咯，負能得好犀利。咁我企喺度，我做緊禱告，即係敬拜神嘅時候，突然間我覺得寫首歌啊，鼓勵下大家啦。咁我個 idea 嚟咗，咁我做禱告，跟住我就將呢個意象咧叫做就同藝人之家啲弟兄姊妹分享。咁開頭其實好多張力嘅，好多人話。啊，唔得嘅，而家個個都唔出嚟噶。咁我心諗我就話啦，唔緊要啦，冇所謂啦，咁啊得唔得咯。咁點知就咁啊禱告啦。咁點知幾日裏邊就有唔同嘅弟兄就話，我有感動，我有感動，我有感動。嗯。咁就開始咗首歌啦，咁就係啦，係啊。咁啊開始咗。有時真係上帝要令到件事成咧，就會成嘅。啊，即係我哋有感動。即管去做啦，咁啊唔緊要噶啦。當然有 idea 還有 idea，落到地，貼地還貼地，真係現實都離不開三個字：錢錢錢。係，因為我睇個製作咧都唔簡單啊，個製作都係大製作，即係無論係拍攝個 MV 啊、錄音啊，又揾到咁多個實，就算我俾你哋唔收錢啦。咁你都拍攝啊，你後期 mixing 好多嘢噶嘛？嗱，老老實實，幕後邊個老細邊個出錢先？藝人之家，藝人之家裏邊其實有唔同嘅supporter 啦。講完佢哋 Eternity 都係其中 support 我哋嘅其中一個機構嚟。我咁係啊，譬如我哋錄音嘅時候要需要 studio 噶嘛，咁我哋咪用咯咁樣。咁大家都唔需要話。神説有 studio 就有 studio。錯啊！準備咗啊，因為真係講嚟聽啊，講嚟聽。阿伯俾我哋嘅 studio， 咁我哋就用翻喺呢個祝福人嘅地方度。嗯，所以好開心嘅，同埋咁多弟兄姊妹一齊參與咧，係一件事合一嘅感覺。係，咁呢個我最想睇到嘅嘢啊嘛。而家香港有一個大問題係咩咧？我感覺就係我哋成日背嗰啲聖經咧嚇，就係要即係大家。要常存呢個謙卑啊、合一嘅心呢啲咁嘅説話，行公義、好憐憫啊咁樣。我話仁愛好似少咗，反而仇恨多咗。喜樂好似冇咗，大家成日都覺得好閉翳咁。即係好似好多嘢都調轉啦，大家又意識唔到，會唔會喺呢個時候咧？其實大家喺呢個世界裏面睇唔到一樣嘢，我感覺會唔會係一場屬靈嘅爭戰已經出現咗咧？大家唔意識到嘅，其實係。咁我成日講話，凡事謙虛、温柔、忍耐。用愛心互相寬容，用和平彼此聯絡啊嘛，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二為一的心啊嘛。但係咧，偏偏而家見到好多弟兄姊妹，甚至乎教會出現一啲叫做撕裂嘅情況。咁呢只歌嘅出現咧，就係其實就係想，即係透過音樂啦嚇，透過大家嘅用心咧，希望大家都去翻個初心度啦，喺翻神嘅生命裏面咧，去感受翻其實我哋要彼此相愛咯，唔係彼此傷害啊嘛。係，係嘛？希望呢只歌能夠做到啦。係啦，咁啊 ，Karen， 你係發起者啊，定係人哋揾你唱歌者咧？神揾我嘅，真係好深度啊！呢個係好。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都喺呢個情況之下都彷徨啦，都擔心啦，都沮喪嘅。我就靈修嘅時候就覺得。其實與其我坐在這裡傷心，我可以做些什麼呢？我有歌唱的恩賜，不過我可以怎麼用呢？我是用來為了自己的名利，還是我用來真的對這個社會是有些能量去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呢？其實想來想去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麼，不過就他們一找我的時候，
我就即刻係 feel 到有把聲音係話，你就係要去做呢一樣嘢。呢樣嘢係見到其實喺呢個疫情當中，大家都放下所有嘅擔心，係真係交俾神嘅，覺得平安嘅，咁又一齊同心合一去做呢件事。所以出到嚟，我覺得個效果咧係比我想象中更加感動啊！聽呢首歌，我係聽到喊嘅，第一個 chorus 已經喊，聽到後邊我哇好震撼，點解好似天使咁唱歌？佢唔係人類嘅層次嚟嘅，佢係我聽到好似天堂上邊敬拜天使，跟住係好温暖安慰我嘅心咯。我就覺得呢首歌係真係大家。一定，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話，你一定要 share 出去啊，俾人哋聽到啊，因為真的可以安慰很多人的心。兩位天使，呢度一位天使，你走歌唱恩賜咧，我知道 Bosco 咧就唔單止唱歌掂啦，咁啊其實咧，我知道嘅詞大部分是你寫嘅喎，係咪啊？我寫一部分啦。你寫一部分，嗱，其中 rap 嗰啲都係你一定係你寫嘅啦。有冇邊幾句你？rap 出嚟，你覺得係真係好希望香港人聽到嘅咧？好啊，好啊。咁寫嘅時候咧，咁其實你聽到而家呢個有兩段噶嘛，有一個頭嘅同中間嘅，係啦。咁就其實兩個都係已經第三、第四個嘅version 嚟嘅。因為寫嘅時候咁，因為我啱啱到步啦，咁我咁大家都覺得，咦？我寫完之後覺得，咦？你要到題啲嘅，或者可以 express 多啲嘅。咁後屘到咗拉尾嘅時候咧，係總之我寫咗兩個之後就大家都唔滿意，咁我就有啲沮喪啦咁樣。咁啊凌晨12點啊喺度喺牀度，咁播緊首歌，咁啊想吐過我。唉，為神做嘢唔緊要啦，係咪先 ？Scrap 過曬佢，重新寫過啦咁。咁我聽住個 beat， 聽住個 beat。咁我就諗下，如果我係老人家，如果我係後生仔，如果我係好似我咁嘅年紀嘅人，我諗緊我會講啲乜嘢，我想啲咩咧？每邊唔同嘅環境嘅人諗緊，拋開自己嘅思想，如果喺咁嘅情況裏邊，會諗啲咩咧？咁我就喺度，啲無端端就諗下就嘢，喺度諗點解周圍變到咁，搞成咁，天災人禍，諗到夜晚唔想瞓，太多新聞令自己思緒變得好敏感，喺度諗，喺度等，幾時可以冇紛爭？就咁樣開始咯，咁開始寫咗呢個 version 之後就後屘就 send 俾大家聽啦，大家就就係呢個啦咁樣，中啦，就係呢個啦，有時好得意嘅，我諗做藝術做創作咧，有時真係搜索枯腸，真係一無所獲，突然間靈光一閃，上帝進入，乜都搞掂，好得意嘅。嗱呢個時候咁啊，集合咗好多福音歌手。好多人好多心機擺曬落嘅空隙咧，一齊聽一聽。喺度諗點解周圍變到咁？搞成咁，天災人禍，諗到夜晚唔想瞓，太多新聞令自己思緒變得好敏感，喺度等，喺度諗，幾時可以冇紛爭？病毒周圍播，成個地球都着火，蝗蟲嘅災禍，末世啟示中咗幾多個？點幫我？唔通真係龍珠日日播？不如問下上帝，末世我做到幾多？遠處的雨林變了火陣。即新闻，有各种怨恨，理据充分，自爱亲友就变陌路的人。铺天的纷争，地震天惊的慨愤，对立在横行，人怎么解困？求上。我很爱人，爱即使太天真，祈求上帝可再修补人类那裂痕，使我末世中靠你度日。至圣所张望，重在坚韧。
也要撕破，神即是罪人，基督的赦免正在基督的脚印，神清楚多艰辛，谁心心不忿，求上帝可更怕佢变差，唔使超级繁华，只想有平安可以吗？幸福真系无价，一切祈求天父爸爸，用信望爱嘅态度，真系靠神靠大家。喺耶稣度，我哋知道可以有信心地祷告，福音信息我哋听到，救恩慢慢就会睇到。Don't let go, just so you know， 前面一定仲有出路，天国嘅道路会喺真爱里面揾到。我很爱神，记得些罪旧恩，祈求